家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成了废墟了。接着说，还听说杨老太太开春不久就过世了。接着一场无名的大火，把杨家烧个精光。大火过后， 他的媳妇和孙子就突然都不见了，问遍街坊邻居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。那有没有听说杨老太太的儿子到哪儿去了？回答你，杨明月已经失踪7年了。 街坊邻居都说他凶多吉少。老爷，这些东西，放着吧。是。你辛苦了，去休息了。是，属下告退。 这里呀，这府很大的，你怎么到处乱跑呢？走吧，我带你回房去。怎么了？你在哭？好了，不要难过了。我知道你不好受，我娘死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哭了好几天呢。不过慢慢习惯就好了。好了，走吧，早点睡，明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到夫人门前听吩咐了。 而且姑老爷明天要上朝，迟得早，知道吗？走吧。是夫人让你来伺候她的，外人不知道，还以为是我爹爹来袒护自己人呢。小满，你以后做事要勤快一点，不要让人家说闲话哦。可是我们又不是自己人。我当然知道啦，可是其他人不知道，更不能让他们知道了。小满。 以后我爹要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，不要乱讲哦。这里是相国府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不会乱说的。知道就好，走吧。人家表哥，干嘛？
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弟弟在哪里？你弟弟？什么弟弟呀？就是我弟弟呀。赵婆婆说要带他到一个好心的人家，我想知道那家是什么人，住在哪里，他过得好不好？我没有听我爹说过哎。可是他，不要哭不要哭，等一下我去问我爹，我明天就告诉你好不好？不要哭了。进来。爹。怎么那么久？因为小满他不认识地方，我到处带他去看一看。小满这丫头跟小姐还挺有缘的，这也是她的福气。啊，对了，任杰啊，来，过来帮爹把这账整理一下啊。爹，你知不知道小满的弟弟他去哪里了？去了一个好人家。什么人家啊？听波波说，现在你要去一个好人家，他们会待你非常好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做个县城的少爷，这比你当人家的奴才或是在街上行乞要饭要强得多，懂吗？还有你的名字也得改，从现在起你姓梁，叫梁小宝，你是我的亲外甥，以后你要叫我舅舅，知道吗？小宝，爹。对了，任姐，你还记得你的表弟小宝吗？哦，就是姑妈走失的那个孩子小宝。是啊，就是他，已经找回来了。真的？可是他不是已经走失好多年了，怎么还找得到啊？这应该说是你姑妈平日积德吧。她是人家的小妾，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，居然给走丢了，幸亏现在找回来了，否则你姑妈以后在梁家是一点地位都没有。哦，我跟你说小满的弟弟，你跟我说小宝，又不是同一个人，真是的，我还答应明天要告诉小满的。奇怪了，我记得秦应安明明就在这边的，就是这条街上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看到没有，那个小女孩怎么长得那么像小满？这么看他，小满，小满，小满，文杰哥，小满，真的是小满，小满已经到京城了。文杰哥，你怎么到处乱跑啊？我去看我娘，可是我找不到秦英啊。我去过一次，可是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带你去，住在那边了。交代我要做的事都没有做好，弟弟被赵伯伯送到一个好心的人家，人杰哥告诉我那家人已经离开京城回乡下去了。我是要说的，如果不这么说的话，小满他会很难过的。小满的娘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不过赵伯伯说，那一家人会好好对待弟弟的。
你走了，我不认得路，也没有钱，所以不能回家。不过你放心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会找到弟弟，带他一起回家的，一定，一定会。娘，你要保佑弟弟，保佑我。好了，小满，我们回去吧，不要让夫人等你了。以后不要自己偷偷跑出来，知道吗？走吧。走，我跟我弟弟是在这分开的。我想，也许他会来这边找我吧。好吧，我以后常来这里帮你看看，如果有消息的话，我马上通知你。谢谢你，元杰哥。我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好了，我知道，你不要再哭了嘛，小满。姑娘怎么这么爱哭啊？不准哭了。小满会变成这样的悲苦，都怪我一时大意。我实在过意不去。你看，我该不该跟三姐姐说呢？你说，我该不该跟三姐姐说呢？你不吭气，那就表示可以了。我可警告你，你可别偷偷的跟老爷子打小报告，听到没有？你叽里糊涂的说些什么？我说，我该不该跟三小姐说，问你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什么？你看到小满的神色没有？小满神色怎么了？哎，你可别跟我说小满又有什么灾难呢？不是，我看他眼眉清澈，红光满面，想必应该是转运了。咱们跟去瞧瞧，等弄清楚之后再告诉三小姐。对，难得你想得这么周全。启昌，你小声点好不好？你想把他给吓死啊？吓死？他没死。你再这么大声说话，就会把他给吓死了。启昌，我告诉你，小满她是姑娘，我们男孩要保护姑娘的，知不知道啊？我警告你哦，你以后不许这么大声说话吓她，知道吗？好吧，我听你的话。不过你要陪我去拿鸟蛋，我才要听你的话哦。什么是鸟蛋啊？就是树上小鸟生的蛋嘛，再不懂，笨蛋。走嘛，给你啊，我等一下拿到鸟蛋，我要分你一个。走啦。漂亮耶，小满，没想到你年纪小小，手这么巧。夫人，您的莲子汤给您送来了。小满，你还会些什么？我还会做鞋子，是我娘教我的。哦，你娘一定也是个巧手。夫人，夫
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少爷从树上跌下来了。叫癫痫，发病的时候会口吐白沫，一定要赶快拿个东西放进嘴里，不然就会咬断舌头。我觉得他咬了舌头，一定不行。夫人，夫人，快快快，找出汤匙，快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哎，夫人，汤匙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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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跪下。姑爷，这不关小少爷的事，要怪就怪我，我没留意，没看顾好小少爷。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爬树？知不知道容易跌下来？知道。知道你还去，存心把你娘吓坏了。姑爷，你让我这个做爹的告诉你多少回你才懂事啊？你娘身体不好，不能受到惊吓，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就算为了你娘嘛，你应该好好的爱惜自己，不要做危险的事情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要是把你娘的身子吓坏了，你再做儿子怎么过意得去？你对得起你娘吗？姑老爷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拦住小少爷。姑老爷要罚就罚我好了。对，是人杰不好，一定是他领着小少爷去爬树。这万幸小少爷没事，姑爷。您就不要怪小少爷，要怪就怪人杰。怪人杰做什么？好在有人杰接着他，要不然现在头破血流的就是齐昌了。你还好意思哭呢？你娘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呢。不许去！齐昌，你娘现在让大夫在看诊呢。你们都骗我，我去找我娘。齐昌，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你又不是姑娘。姑爷。姑爷，姑爷，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。齐昌，齐昌，快快快！妈，爹骂我。我知道，乖儿，没关系，娘现在已经好了哈。来，我看看有没有摔到哪里啊？啊？摔到的是人杰，不过现在也没事儿啊，你别担心。启昌，过来，不可以再吵你娘了。过来啊！来，大夫，夫人的情况现在还好吗？好在这位姑娘懂事，没让夫人伤到自己，真是万幸万幸。好，好，好。老夫先告辞。谢谢。送大夫啊，是，对不起。小满，老爷，真是谢谢你啊，多亏你这么机灵。哎，你是怎么想到用这个法子的？是我娘跟我说的，我娘说我外公也有这种病。你外公？我是仙，爱困无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，吵吵闹闹吵袂仙，随时闹心仙。你是怎么想到用这个法子的？是我娘跟我说的，我娘说我外公也有这种病。外公。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清明，小满今天算是救了我，你可要好好赏他哦。对，该赏。小满，你要什么？不，我不要。想要什么你就说，没有关系。是啊。说吧，这是夫人赏给你的啊。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姑娘最爱漂亮衣服。爹，你就送小满漂亮的衣服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不，老爷，
我不要漂亮衣服，我喜欢读书。好，好，喜欢读书的孩子一定有出息。嗯，启昌，以后小满就跟着你们一块念书了啊。好。你可不能连个丫头都比不过哦，那要丢人的哦。帮我写功课，不许让我爹知道，不然我就不让你来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奇怪了，这些少爷小姐们怎么都不爱读书？以前和美小姐也是这样。小满，你看到小满来阿柳病死京城，杨元不知去向。小满的情况最好，被相伯府收留。我来帮你找。郑家小姐无女，待小满甚好。小满在此，衣食无虑，十年之内平安无事。虽然相公是大富大贵，也不过毕竟小满在遐咧工作，找我敢那奴才。就算讲吃千变烦恼，但是嘛得讲勇敢，这嘛是受苦。啊，娘子啊！你莫安尼想，你应该想哦，小满哦，啊，最起码这十年来啊平安无事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十年，十年要算啥？阮小满本来要享受一世人。这我知啦，啊，无你遐想啊，啊，人上好千金来，来当作家己的查某囝，互伊读册啊，互伊捌字，啊，食的饱，穿的少，安尼就真好啊。啊，十年过才去讲啊！啊，你迄时阵哦，伊嘛已经大人啊，啊，准有啥物铺折，你家己嘛有在头应付啊。铺折，小满哥有啥物铺折？老的，你是毋知影啥物？莫甲我讲。哈，那项个代志啊，啊，偏是写乎你，啊，你都毋知我本来知啥物代志。所以人讲哦，啊，事不关己，关己则乱。啊、你若讲到小满哦，你一个心肝头都放安尼乱糟糟啦。你卡想讲哦，伊即阵比较早啊，加好真济，安尼就好啊嘛。这双手实在是灵巧，除了你，简直就没有人知道我喜欢些什么。哪一天你要是嫁了人呐，我日子可就难过喽。夫人，那我就不嫁人，一辈子陪着您。
不嫁人？嗯，不嫁人是不行的，不嫁出去倒是可以商量。人家现在是老爷的得力助手，老爷舍不得他，我舍不得你，就通通把你们留下来。夫人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们做主的。你跟人杰是再合适也不过了。先回府里去，快点快点。老爷，不是说要去刘大人那吗？不去了不去了，快快先回府再说吧。啊，快快快。是，回府。什么事等会再说吧。小满人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啦？哎呀，这双鞋呀，鞋不对呀，上朝的时候我差点都站不住了。小满，瞧，老爷，快给我拿双鞋来，我脚上这双鞋不是你做的呀。哎，是，快快快，哎，不穿小满给你做的鞋就不舒服是不是？哎，舒服多了啊！说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啊？哦，你还记得那个大表姐吧？啊，她过世了，临终前给我来了封信，要我照顾三丫头，我都忘了跟你提了呢。是哪个大表姐？就是嫁到永嘉县李家那个大表姐呀。永嘉县。永嘉县，那不是本来啊，三丫头是可以去投靠她那些哥哥们，可是大表姐又怕那些嫂子们会欺负她，所以就宁可托付给我，这是信得过我啊。这么说，李尚书和夫人都过世了。可不是吗？可怜的三丫头。那他们什么时候来？都来些什么人呢？算算时间，这一两天也该到了。来多少人，信上也没说。我想把西院腾出来，那里宽敞些，就算来很多人也住得下。
再说，西苑跟我的房间又近，将来也好照应呀。永嘉县李家，永嘉县李家，永嘉县李家。小婉，什么事啊？任杰，任杰，爹，赵伯伯，小婉，有事吗？我没事，我走了。小婉，小婉，你先别管小婉了，我的事比较重要，走。爹，这么急什么事啊？哎呀，齐昌他喝醉了，非得你一句叫他回来，这事让老爷知道了，可怎么得了啊？万一他跟人打闹起来，哎，快快快，你赶快去把他给带回来，走走走。今天这个酒坊少爷我包下来，快滚！不理我。好，来，不然把这杯酒给我喝了。喂，喂喂喂喂，少爷，我赏你酒喝是给你面子哎，喝！给我喝！你这什么东西啊你？混账！给你不要脸，给我打！混账东西，有本事你自己跟小爷较量！不要打，郑少爷，求求你不要再打了！干什么？给我打！打！你给我出来！喵种，给我打！打坏了，本少爷负责打！不要再打了！救命啊，大姐！
张姐打劫啊？啊，这是误会，不是打劫，不是打劫。小姐，你还好吧？好什么好啊？都成这样了还好？请多包涵，请多包涵啊！哎，你怎么走了你？快什么了，这样子不好。是是是。别，不要！人家这个混账汉少爷，赶快叫官差来啊！你又是什么东西？你给我过来！这位朋友，有话好说吗？谁跟谁是朋友？这个混账仗着人多势众欺负小爷我，是他先动手的。你看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带少爷回去？好，是，慢着，你们这样就想走？我跟他的账还没算清啊！仁杰，我不走，我跟他没完没了。我好意敬他酒，给脸不要脸，伤我的颜面。齐昌，仁杰，走吧。走，走哪儿去了？小姐，咱们东西都在车上，这轿子，你还想让多少人看到我这狼狈相？还不找个地方让我整理一下？我还要见人呢。可是，倩姐，哦，好，好，我找地方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走啊！哦，好。这位朋友，谁是你的朋友？我不是你的朋友。什么玩意儿嘛！小爷我还要你给脸面，我的脸面比你俊秀多了。你给小爷我提鞋，我还嫌你不称头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把小爷这身行头给弄脏了，要是不赔件新的给我，我就跟你没完。不闹得你祖宗八代不安宁，小爷我不信。你说什么？仁杰，你听你听你听，齐昌，为什么？小爷说的还不够清楚啊？你说的够清楚。这位朋友，小爷我姓梁，什么爷不爷啊？在少爷我面前你还敢放肆？你找死啊！来，把他一嘴牙给我拔掉，我看看还什么爷。你敢？住手！是。住手！好，你们不行，我自己喊。齐昌，梁少爷，这里人太多了，建议不说话。不用跟他说了。总算有个人说句人话了，弄脏了我的衣服不赔来咱们就衙门见啊！打官司我可是在行的。你先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我是仙，古木马仙，恩恩爱爱人心酸，虽是老先生。梁少爷，不敢。怎么称呼啊？我姓赵，是那位少爷的随从。刚刚下人多有冒犯，还请您多包涵。衣服弄脏是不好看，这一点小小意思，请梁少爷您再去添置一件，请多多包涵。哎，仁杰，你干嘛给他银子？上衙门就上衙门，谁怕谁呀？你看不出他是个无赖吗？你真的要为了他闹到府里去？这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给老爷看到还得了？看你这个人做事挺漂亮的。好，小爷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哎，被你们这些麻烦人一弄啊，搞得我的胃口都没有。掌柜的，哎，记得酒钱找他们收啊。小爷告辞了。上呀，齐昌，好啊，回去吧。不要，不回去，这太丢脸。那你的意思是要请老爷来带你回去？你少来这一套，你不会让我爹知道的。你怕我爹气死？啊，是，哎，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回去吧。
扶少爷回去。是。啊，怎么一点？掌柜的，这里的一切损失通通算我的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师傅，行方便。阿弥陀佛。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好，到了相国府该怎么跟表姨小姐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轿子的事啊。轿子没在外头等我们。等也没用，轿子坏了，我让他们先修理，然后再到政府来找咱们。这算什么？你要我怎么去见姨妈？两个腿当得去啊？小姐，不如这样吧，我看这儿也挺清静的，咱们先住下，然后通知政府的人到这儿再来接咱们。接什么？你让我怎么跟姨妈解释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哼，这样好了，你就说我自小心诚礼佛，路过这儿一定要给菩萨见个礼。这么点小事都得伤脑筋，这往后的日子。小姐，我真不懂你，为什么非要到相国府呢？这大少爷、二少爷两个地方，难道不能去吗？你懂什么？我才不要去看我嫂子的脸色过日子呢。更何况，表姨妈是相国千金，表姨父现在又是礼部尚书，有权有势的，这种人家才适合我。更重要的是，姨妈她没有女儿。我娘说过，姨妈喜欢女儿，我来了之后，她必会把我当个宝一样的疼。